李云杰。刚才是小云龙，这个我们俩呀是一对儿。哦，不是你们想的那一对儿啊。这个他是逗哏的，我是捧哏的，我们是三对的演员。这个彭云龙啊，确实说的也不错，长得也好。浓眉大眼的，双眼皮儿，当然了，分跟谁比？对，不如你，跟我比还差。嗯，差多了啊，差多了是吧？嗯，还是你们有审美，尤其是分量。分量，孔云龙说的也好，长得也漂亮，真是那个。你看，有时候真是，你说你要找他合个影什么的，我觉得真是您来着了。但是这儿后台我们三里屯也有演出，你让三里屯您去找去。三里屯晚上还有相声大会，你要乐意瞧段相声，瞧段相声。说上哪儿找个照相的呢？三里屯都知道。优衣库，优衣库，优衣库，对，他就是那男主角。哎，刚才这都是单口相声，这回呢，给您别开生面说一小段评书，讲个小故事。呀，你一说说什么走一位上厕所了是吧？水平好了，祝你成功哟。这咱这个演员就是立尿，知道吗？这个单口相声呢，就是逗您一乐，因为他这有铺垫，他不跟俩人似的，俩人他来回逗盒子玩，实在不成还他凉活的这逗哏的找捧哏的便宜。你看那个反七口那个活。我是你爸爸，我是你爸爸的，你也还别答应他，这都有。所以这个一人说的难，他不能说我自己上来您不乐，我自己说我自己。各位，您不是不乐吗？哎，我是我爸爸，哎，我是我爸爸，这不是神经病吗？哎，所以呢，评书更难，给您讲个小故事，还得让您吸引您，不能让您玩手机。嗑瓜子儿，喝水，咳嗽，喘气儿，喘气儿，喘气儿的也都不行。等于是，《聊斋》这么难，《聊斋》哪一段都有一个故事情节连批带讲的。您拿今天这段吧，《聊斋》里挺经典的，叫牛成章。为什么说这段？其实以前呢，最早在对面书馆，五年前。我说过一回，这段说过一回，一直没说。为什么没说呢？勾起我的尘烦。因为这段跟我家里边家世啊基本相同。我也是出身的苦孩子，自幼丧父，然后呢这个二十多岁啊母亲去世，跟这基本吻同。可是怎么吻同法呢？他继续毕竟他有不同的地方。您别着急，我跟您说哪儿不一样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先让您坐住了。要走，各位不是吓着您，说一半您走了，后台我就自杀。真的，没有走的是吧？哎，有，哎，没有。但是刚说完站起来，我下去就下去。金山竹影几千秋。云锁高飞水自流，万里长江飘玉带，如明月滚金球。远至湖北三千里，近到江南十六州。美景一时观不透，天缘有份画中游。好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受够了，今儿也热闹是吧？好，金山竹影几千秋，云锁高飞得说我是吧？啊，这也不能说，为什么呢？后台有说。说师哥，您那个书馆说评书说单口说过这么多，我说大的杨子将都说完一整部了，这是见证者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此位网友叫老何抻面，打德云社有书馆到现在，所有的演员杀下去都不说了，就剩下我跟李云天我们这点儿，我带着他们这歌儿得说。我们有外地呢，休息的时候发烧感冒非典艾滋癌呀、都休息。唯独这位网友一回都没歇过，好教授。这位是德云社
每周三下午跟周五下午工作，然后那儿告假奔这儿来拿这给我们录，转个天来微博发，然后我的评书那个粉丝群转，然后我再转一个，就这关一回就没了。你无论外边多热，说夏天热戴一草帽，嗯，真的都怕晒呀、啊。你琢磨这天呲啦一下头发晒没了，那玩意儿得悠了就不成了，是不是？你看这头发你为什么这么短呢？都晒了。哎，戴一草帽，草帽是新鲜，不这儿这草帽就在这儿了吗？你看，草帽后边住对仨小铃铛，这叫人铃。用精鸟的，精鸟的。哎，别不用鼓掌，我不累，不是管您要掌声，当然没掌声还挺尴尬。这冬天更难了，冬天的这个穿个皮大衣啊，戴个棉帽子，这袋儿都是系上，戴个那个风镜，他骑电动车来拉很多东西，这个摄像的这个录像的设备，真是很难。像这么忠实的，真是很少。现在不能说没有，反正我见过的这位是第一位，这么捧德云书馆，捧德云社，尤其是您看什么时候老是这走廊。就这么碍事儿，都坐这儿，我就提点意见。你老坐这儿，那是有点玩笑了，是为什么？这中间的录像录的真，这是。所以呢，我们说的不好，确实是一点都不好。跟您说卖马的力气，像我这样的这力气，您说我这浑身的这北京话叫囊踹，全是肥肉啊，这都是。你说卖力气呀、啊，也没人家卖力气卖的好。您30块钱票，您看我有时候不值。您看那个后台那古云龙那大眼子呢，是不是？您看得好，但是单加10块钱您就带走，是不是？你的漂亮，那主持人你看多漂亮，长得跟村姑似的，是不是？你说这都行，反正不是没什么艺术，给您讲点小故事，逗您一乐呢，是不是？能把您吸引住呢，就算不错。拍片呢，这是江西牛成章，牛成章这三个字各位都知道吧？姓牛的牛。那个成章的成，牛成章的章，牛皮一整张的，跟梅姐是一样的。这仨是牛成章，江西人，干什么生意呢？卖布，江西的布商。家里边呢有个媳妇儿，这媳妇儿姓郑，郑是大奶奶，单字一个好。哎，正好郑的奶奶，大奶奶眼神不好了，戴眼镜，正好。底下呢生两个孩子，老大呢是个儿子，儿子呢起名单子一个钟，叫牛钟，这原文写的。老二呢是个姑娘，原文没写名字，还有的给您瞎起，瞎起名字叫孔云龙，不合适，对吧？牛成章33岁那年，哎，运气来了。那说什么运气啊？后台说郭德纲老师33岁就在这块阵地，我腕儿的全国人民一炮打响，都知道郭德纲老师了。这位呢，刘成章呢也来好运了，33岁升天了，死了。哎，挺脆弱，什么毛病呢？早上起来呀，吃了86个包子，4桶豆腐脑给撑死了。大奶奶哭吧，底下呢？这牛忠呢12岁，带你这妹妹呢10岁一小姑娘，往下这一行字谁听了都可恨，这正是大奶奶不是个好玩意儿，把爷们儿入土为安了。回来之后呢，原文这几个字评语古文呢叫祸产入囊，改教而去。什么意思呢？牛成章所有的这卖这个布匹的钱敛的一块儿都卷走，最可恨的把房子都卖了，卖了之后呢带着东西走了，改掉而去，就是反穿罗裙另嫁他人，嫁走了，剩下俩孩子各位不管了，一个12一个10岁，这大的带着小的牛忠啊，带着这姑娘，带着这妹妹，外边要饭要吃，有3月都作了灾了。白天上人好心家去要去，要碰见好样的，
是不是？唐庄一姓李的，叫李云杰，请他们吃西瓜。找人了，找李云杰要。李云杰出门穿黑大褂，哎，来一圆寸，没准舍碗粥给孩子点钱，给爸爸西瓜。到那儿碰见那个姓孔的那玩意儿，到那儿哈、啊、给俩嘴巴踹出去了，还放狗呢。怎么办呢？白天要的吃，晚上住哪儿啊？住的破庙，住那儿最好啊，哪儿都没有，就这惨劲儿，太惨了。三个月再没人管，这一对小男女葬身沟渠就完了。原来写家有从嫂，牛成章啊，家里叔辈嫂子60岁，就老太太一人儿，看着这家里一幕，伤心到破庙，把俩孩子领到自己家了。家里也很困难，四壁皆空，老年间就一老太太没孩子，还是寡妇老太太，自己过日子已经很辛苦了。带俩孩子叫到跟前儿这儿，把门关好了，让他们上炕，脱了鞋，盖上破被子，跟俩孩子说，千不怨万不怨的，不怨你死去的父亲牛成章，就怨你亲生的母亲郑氏。怎么那么缺德呀？正好，这正好，嗯，太损德了，他好不了啊！怎么那么损呢？剩俩孩子，把那钱卷走了，你给孩子留下房产地业能住啊？愣全卷走了，一分都不给孩子留，这是亲生饲养的呀，不是抱的。你要是抱的，有情可原，继母是不是后娘养的？当然了，这后娘养的后台也挺多。你后娘养的对孩子不好，我不是亲妈，这是亲生饲养的，一娘行爬似的，怎么对孩子这么狠心呢？你改嫁，你走你的，把钱留一点，孩子够住的，留下人是不是照顾孩子？18岁长大成人跟你没关系，10、20、10岁怎么办？一行热泪，没别的，孩儿孩儿，大娘我没有别的能耐，今年60了，在这儿咱们家里一代，我要我吃，有我一口吃的，有你们小男女一对吃，没有我的大娘也管不了你了。打这儿起，俩孩子也出力要，大娘也出力要，养着俩孩子，几年呢？一晃，好家伙，6年，可了不得。这6年，孟姜女跟范七良就是，孟姜女在这院子里边当秋千，范七良呢就听这个走大街上枪口里边啊说笑声音，扒着枪头上来一瞧，游戏，游戏，瞧了个美眉。这一句话一回头，他荡着秋千呢，两个手扶着边那绳子荡着呢，一回头一看，臭流氓。四目相对，其实啊就看着这俩手露在外边，只沾一裸袖变为失节，看着手都不成，就得嫁给你范七良。各位，那年代多好啊！没事儿啊，你搁现在你水魔方，哎呀啊，那个都啊，这儿一个这儿一个，那个我一打眼7个多位都是老娘们儿，这个那也没那好事儿，还有我的呢，痴心妄想多好吃。嫁给那会儿也是，你要跟大姑娘外边去要了饭去，那万一碰见臭流氓，是不是路过德云社说相声去了？你这姑娘在家里边，老太太带着牛中去要的，一晃6年，6年这个12加6年18岁，这10岁呢16了，该往外出聘了，怎么那么寸？孩子说定门娃娃亲，在邻村有一份姓毛的人家，这毛家呢有钱有势力，开着买卖。刘忠一想，没别的，我外边要的饭能吃，我妹妹这么大了，出头露面也不好看嘛，我呀干脆上毛家去提个亲，看看毛家还认不认这门亲戚。到这儿啪啪一砸门，叫到屋里去，一说，
我是谁谁谁。哦，茅台公挺好啊。这个什么事情啊？这个跟您这么说，原来有门亲戚，就是我父亲活着时候啊，把我妹妹聘给您儿子了。哦，哪儿的呀？我是江西哪儿的南林村。哦，您父亲牛成章。哦，知道。他老人家好吗？好，好。嗯，最近上哪儿了？上我老婆他们家了。哦，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回不来了，就等着您过些年找他吧。哦，怎么意思说是怎么回事啊？死了。哦，嗨，也是。您叫他亲家，您见过面儿多少年了，死了都不知道。哎，也是赖我呀，没打听清楚。没别的，你母亲呢？反穿罗裙，另嫁他人，跟你走了，家里给你留什么都没留下。你妹妹，我妹妹今年16，跟您提的亲。你要认这门亲戚呢，把我妹妹嫁给您家，还别说大奶奶，别说什么媳妇儿，正房的媳妇儿，就使唤丫头，能赏我妹妹一口饭吃，不让跟我出去要去。我已经感恩戴德了，嗨，人家茅台真可以，不用说那个，要不来咱们昨日完婚，可是有一节，那会儿讲什么呀？赔礼，随嫁妆，得有嫁，女方得有嫁妆，现在有女方有嫁妆吗？陪送个冰箱啊，电视、洗衣机啊，家用电器、手电筒啊，孩子是不是陪送？这个家里边这情况，我管你要点嫁妆。怎么样？有吗？跟您转句文言呢，地喜就没有。这地喜是什么意思呀？就是压根儿就没有。还别说嫁妆，我跟您这么说，就这身衣裳都是外头捡来的。哦，好，阔绰，阔绰，阔绰，真好，真好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那就得了。我毛里有钱，连娶带聘，改着完婚。没过半个月，把这位留下这少奶奶娶进门来，小两口欢欢日子过日子。过三天，小两口聊天，这毛大爷呢长得挺漂亮，这大奶奶还别说挺头皮的。这大奶奶说吧，没别的，咱俩结婚了，我看你家里还有点钱，占着房躺着地这么多，可是我们家的条件你也知道啊，我知道。你们家的事情除了俩人身上什么都没有啊，是这个，对，我就是您就图我这人好了。嗨，人好关键以前我没见过你，人好也谈不上吧，人就家里头原来就娃娃亲就这么定的，是不是？现在已经这样了，生米煮成熟饭了。什么事情啊？今年咱家挺有钱，你看我大哥这情况啊，你也知道，现在还拉杆要饭呢，不成救你救你的。怎么救你法啊？救急救不了穷啊，这是老话呀。我现在救你，你可以是不是？你从这儿吃饭，你吃一个月、两月、半年、一年，可是不是常事儿，你得娶媳妇结婚了，对不对？你得买房子置地呀，对不对？现在房价这么高，是不是？你我给你交一首付，你给自己还得起这贷款呢。这情况也是这么着了。我跟我大哥商量商量，原来我爸不在的时候啊，他是卖布的，这么的他也会卖布，跟着学过。咱们出点钱呀，让我大哥呀去卖个布。啊，行吧，那把舅爷叫来，改天我瞧瞧，跟他商量商量，我给点钱。往家来，把牛东叫来，三说两说，给点钱，纹银300两，还真不少。买这堆东西，从江西到哪儿？到南京，走船，走水路。这倒的带着这些商人一块儿，这一堆一伙一块儿去走的这船，这河里边到南京走3天，这寸劲儿太好了，沉了，喜事连连的，碰见劫道了。劫道了呀，整个这一船人的东西全都是闷灯蜜全拿走，这一脚把牛中给踹河里去了。你还别说，小伙要饭呢，会水，学了水，哎，游到对岸，也不知游到哪儿，游了很长时间，到了岸边歇了会儿，衣服脱下来，大褂拧拧一背，这琢磨呀，真有心思啊，屋漏又逢连阴雨呀。
怎么那么的倒霉事都碰到我身上？从小我爸就死了，我妈不管我们俩，改嫁他人，多亏大妈养的我们现在这是死的。我这卖个结婚碰一嫁的好主给点钱，你说这趟我倒一点东西要回来，咱就来回这一顺脚再烧点东西回来，我得挣多少钱呢？到现在一分都没有，我怎么回去？我见我妹，见我妹夫人，我见着街坊四邻，我怎么说？多给大，到了吧？三十个子儿，
都掉了，告诉你喝几片吧。完了，给您买30个本儿，拿到手里边掉了眼泪，这串红子儿这儿搓着出了门，买什么呀？奔这儿去，这边卖烧饼的，多少钱一个？1本1个。这带蜘蛛的是烧的啊，对，真吃啊，带蜘蛛烧的。这不带蜘蛛呢？不带蜘蛛是火烧。这火烧是什么呢？1本2。3个本，您得多给几个，老几个。我得从这儿吃着回江西，回哪儿？江西。瞧，行动坐卧，山还上的那可就这可。
遇到爸爸，这底下七八十的都是兄叔的坏人又过来了，是不是？我一叫爸爸，你们都搭理，哎，搭理不是脆弱的，我不能叫。哎，掌柜的，水不要了，这回啊，炖肉、烧窑、烤肉了，这回。哎，你有病吧你？进当铺一看，掌柜的门口坐着，他进来叫伙计，跟您商量事儿，您这儿还招人吗？啊，招人呢，啊，最近还真有猛的招人，不过您找三个人，您说，哎，这我跟三个人来来来，掌柜下来了，哪儿人来？什么事儿啊？我想当个伙计。好啊，当伙计都有条件，我们这儿不能偷懒，每天吃三顿饭，饱饱的，头仨月没钱，然后呢，慢慢学徒，好吧？尤其手不能粘，手粘是不能偷东西，好吧？眼得高眼，到时候这学徒，得嘞，那我踏踏跟您学，哎，我问问您事儿。这门口座没有，我们掌柜的啊，掌柜的姓什么叫的？有什么事儿？你问这咋能弄清楚？不心里不是病吗？是不是？你叫什么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？我就问，我可能认识。炖肉啊！哎呀，少爷，没听说。
多掌柜的，还有儿子呢。这个社会之大，无奇不有啊！媳妇儿都没有。哎呀，破了，搬凳子坐在边儿上，哎，别喊喊。我呀，这六年呢，也没跟你家里说呀，您怎么不回去？家里都等着您呢。爸爸不瞒你说，在这儿又娶了一房，给你找一个妈，又找一妈呀，不要那么多妈呀，哪用的？哎，这妈呀不错，比我小几岁，可是到现在没孩子，怕着有个孩子来。我在这儿六年了，没商量，姓姬。这媳妇儿来随我上后堂见见母亲，拉着来鸡大奶奶那儿做针线活的。哟，屋里的屋里的，哎，大爷您叫我呀，出门开门一瞧，拉一小伙子，这是我儿子刘成长，我儿子牛忠。结了婚。
老有家庭的了，我们过的日子挺好，不是没孩子，你这一来哪儿都好孩儿啊，他这是过日子，妈我对你呀、啊、当亲生饲养的，不是，不是这意思，我跟您这么说啊，我爸爸6年前死了，玩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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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逗我了，什么就死了，这大活人站在这我活6年玩6年了，是不是，这什么玩意就死了，你就别吓唬啊，不瞒您说，我爸33岁死的，是我顶丧下灵送的坟地，到现在一晃6年了，我亲眼得见啊，儿子啊，打来又回身一瞧。
天正是没人了，没有踪影。哎呦，再一回脸一看，这牛成章满脸的煞气，一脸的黑气，一跺脚，嗨，这一声嗨不要紧，这声一股大，往下一溜，一股的黑气，这些人都吓坏了。Yeah.